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2年12月22日，来玩这款《英雄不灭》（Heroes Never Die）。这是一款韩国放置类型的 RPG 手游，《Play 商店》预先注册，于12月20日通知上架。《英雄永不消逝》中世纪风格魔幻暗黑冒险 RPG，到底王国的王子能不能成功复仇，就由你来决定了。我们将扮演王国的王子，为了获得力量。成为灵魂，通过转身来收集各种英雄，强化并切换操作不同职业。初始职业为火焰法师，之后还有圣骑士、祭司、弓箭手等等。我们可以在地图上自由操作，使用技能来攻击敌人，也可以开启自动功能，解放双手轻松游玩，完成主线任务，获得钻石，抽取职业技能。整体来说，在韩国放置框架之下，还是比较有趣的一款手游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OK， 来吧，英雄不灭 ，Heroes Never Die。那我们试试看吧。游戏的话，应该是12月20号上架。我有预先注册，但是没有空玩。今天已经是22号半夜了。好，因为要玩的游戏比较多了，我每天就固定玩那几款嘛，那几个游戏、啊。王子。他为了要复仇，献出他的灵魂就对了。好，复仇者，王子复仇记没看过，不喜欢看复仇的吧？打打杀杀的，什么家仇雪恨啊，我已经很少看那种小说了。魔法通道不长，游戏的玩法。不知道，直接来看看吧。我们附身在一个那个战士身上，是不是？多罗士。OK， 挂机游戏，好像是要自己跑，是不是？哦，割草游戏啦，割草挂机游戏，是不是？就死掉了，多罗士怎么死掉了？为了复仇，再次复活。好，我来设定一下摇杆吧。请稍等我一下下。哦，刚刚只是演示而已啦。火焰法师看起来是王子，可以附身在各个不同的职业身上。不过游戏好消息是它是横版的，横版的画面会比较大，字也比较大。我点吗？没有啊。然后它一样是那一种，挂机类型的游戏，就是韩国挂机类型游戏，就是你要解这个主线任务，然后可以获得那个钻石。不，哇，这个打起来不够痛啊！而且怎么移动起来卡卡的，我不懂，走起来卡卡的，这我觉得走起来卡卡的啊。有没有自动啊？没有自动，他自己按攻击哦。他不会自己攻击耶，他自己按。4下还不会死，5下还不会死。好，使用微量的体力药水。点一下要自己打啦。这个4下体力。我觉得玩起来不够爽快啊，因为那个韩国放置挂机都是一直打怪啊，它不会让你待在那边啊，这个比较偏操作欸，哦，比较偏操作。我们现在练到2级，而且怪也笨笨的，就是它不会一直接近你，它不会一直冲过来，你可以一只一只消灭他们。好，2级了，装备技能烈火燃烧，这个吧。好，这个应该切换职业。轰啊，一个 AOE 技就对了，把敌人挑衅过来。
到目前为止没有很挂机的感觉，就是你要手动，可是它动起来又不太那个流畅。崩啊！这个 AOE 根本就是挑衅技啊，更正一下是挑衅技啊。好，终于有自动了哦，没有自动受不了，这里有自动，有自动就解放我们双手啦，就可以去做自己，去点自己的事，看你要点什么。我是法师，干嘛装备木剑啊？好，打10只。已经全自动了哦，你已经解放双手了，大概玩3、4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还在第一关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啦，反正看起来是第一关嘛。第一关里面有一二三四五五个小怪，小地图吧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BOSS 战，哈哈，有地形啊，你可以。它这个玩起来就比较像以前的 online game，你知道吗？以前 online game 就是这样，就是会在地图上自己操作，然后打怪，然后有一些地形啊，可以引怪这样。装备技能连锁爆发，OK，技能技能技能，好，不用你说，我们知道了。那、啊、怎么用？点过来是不是？好，P 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啊，P 为什么有个 P？啊，抽角色了，就是你解任务获得的钻石，就是拿来抽角色啊、抽装备啊，有的是抽技能啊。重复的技能，它的抽技能，重复的技能应该是要升级技能吧？可能可以升级技能。我们先装备我们的火球，点这个，好，4个技能，觉醒技能，有没有？你抽到很多，对不对？它就可以觉醒，就变强啊！简单说就这样。你看我们这边有火焰法师、圣骑士、祭司。祭司为什么是一个矮人啊？而且是男矮人。圣骑士是一个女的，然后法师是一个男的，完全颠覆我的想象。理论上法师是女的，圣骑士可能是这个矮人，然后祭司就是女的，祭司应该也是要女的。圣骑士应该是男的才对，就也不能说才对，就是说比较符合一般的设定啊。火辣的女法嘛，这个如果它是韩国游戏的话，地会比较一般呢。以韩国游戏来说，没有那么好看，没有那么美型啊，不能说好看，是那么美型。那它也是有特色啦。啊，组队，太好，我们可以获得这个矮人了，Arthur。他叫还叫阿瑟嘞，阿瑟不是亚瑟王吗？好像要打 BOSS 啊，OK，他出来了，但是好像他是变成说他是辅助，就是角色这边他是辅助，你可能可以拉过啊之类的。Number one, number two，不晓得，因为这个技能也是他，也是那个火焰法师的，你看他要自己打。嗯，BOSS 怎么还没来？不是说要打 BOSS 吗？奇怪，怎么还在第一关？返回村庄，返回村庄，怎么弄啊？不会。哦，这里，它有个手指，但是不够明显。村庄要制作药水是不是？买药水。那我们就有药水。就没有那么套路的韩国挂机游戏，稍微有趣一点点。哎，你怎么不跟我走？我们是有灵魂在头上哦，就是我们可以控制这个角色。啊，法师是不是？哦，骑士，他也死掉了，就是我的部下都死掉了。撑不住啊，撑不住啊！哇，圣骑士1刀5万呢、欸！神圣挡住了啊！贝赫莫特，哦，这 BOSS 啊，BOSS！
哎呀喂啊，死掉了。她是女的吧？叫她李昂欸。英雄转身，好，转身系统啊，越转身越强，他是这样说。你看，我变成他了有没有？这边可以转身，我们就是王子可以复活他们，然后就转身到他们身上。自动使用自动装备，我爹自动装备这个吗？好，自动装备，跟着他的教学，自动狩猎这个吧。他就自己走去，哎、欸、哇，他自己走去狩猎，好升级是打二级。大家觉得好玩吗？我觉得不错哎、欸。为什么他评分那么低啊？目前下载次数1000加而已，然后评分 2.7 颗星，就好像我看看了一下，就是卡死啊，或者是一些问题吧。应该不是说游戏不好吧，应该是说出现一些 bug。那他没有洗分数啊，所以分数评分就比较低，比较真实。反正我们待会就是要一样跟刚刚一样，把这些技能给练一练。进行训练是什么啊？啊，我不知道进行训练是什么哎、欸。哦，这个进行训练，我真的不知道、啊。我来找一下，这个吗？升级吗？不是啊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进行训练啊，卡关，小队技能升级啦、啊，随便弄一下哦，这我们的技师啊，点他，这样就卡关。不知道进行训练要干嘛的，免费抽取礼包，这是商城啊。然后这个是自动的那个设定账号，灵魂记忆。成长，他写成长啊。那我找一下好了，我试着找找看。啊，他没有引导，但是找到了啦，这边训练。消耗金币哦，金币没有很多哎、欸。好，就他的引导没有出现那个手指的，我就搞不清楚。技能召唤怎么弄啊？刚刚教学有啦，但是我没认真，就不知道跑去哪商店吗？啊，对，技能召唤，我看一下召唤谁的啊？圣骑士，不要乱按哦，然后卡住。召唤几次？一次而已哦。钻石的话，我们有1000啦，那我们来抽个10次好了。好，我刚才也顺便把那个技能给丢上去了，使用上去，所以我现在圣骑士有那个，我有这个技能装备。那技能的话，我们可以那个啦，可以升级啊。这个怎么升级我又忘了、啊。刚才好像有出现一个可以类似合成的东西啊，就是让技能可以像这样有一颗星这样。嗯，我来看一下下哦，这边啊，灵魂记忆，像这个就可以升级啊，就可以觉醒，因为我们刚刚抽了嘛。装备圣洁之气，那我就要来装备一下这个。他的教学真的，我来看一下哪个比较不好。这个是什么？
斥责市民的挑衅哦，这是被动冲刺。嗯，我们不要冲刺好，冲刺，因为冲刺有点会脱离队伍嘛，队伍就跟不上，现在队伍就离我好远，让我奶妈就奶不到，除非你要手动啊，除非你想要手动玩。打倒怪兽15只，欸，我觉得还不错玩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没有那么免洗套路，就是韩国的放置挂机来说的话，这款我觉得还比较有策，可以比较有策略啊，然后可以自己操作玩一下，然后你也可以看你想要控制哪一只，也是三人组队的，四人组队吧，因为之后好像还有四个位置，这边好像还有位置，四个人，只是我现在只有三个职业嘛。嗯，有没有办法抽角色啊？这边只有这三个，哎，可恶！那为什么有四个位置啊？就你只能先跟着任务做啦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些任务都是那个比较重复性的，你应该都会做。哦，你应该都会做。这个是 A O E 吧？啊，没有没有金币了，可恶，没有没有这个技能等级了，所以你升级还是需要看一下的，看你要升什么，不能乱升。这边自动挑战，我们到底打 BOSS 了没啊？都没看到 BOSS 啊，都不知不觉又打死了，就过了。哇，我们这个 AI， 哎，欸，圣骑士，你不要自己往前冲啊，你要保护队友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波打完，看有没有 BOSS 啊？因为我现在是 Stage 3嘛，第三关啊。出来了吗？有 BOSS 吗？我都没有感觉到有 BOSS 哎，欸。好，这边有了，打败 BOSS， 那应该有 BOSS 啊。我玩了16分钟，终于要打 BOSS， 17、18分钟，我会做个简单的开头啦。那这个游戏我就觉得还可以一玩，可以一玩。这个绿色这个就是随着你打怪数量，没有它就慢慢累积。这个是不是时间？这个 stage 是为什么一直往后面减少啊？是怪的数量吗？很纳闷，很纳闷。哦，这个满了之后 ，boss 就出来了，黑暗巫师。我们其实晕他，这边有技能可以晕他，哇，那个要躲啊！晕他，好，不会受伤，不会受伤。才过啊，我已经掉一半的血了，他那个球怎么越来越痛啊？法师快来好不好？我需要输出啊，这边打小兵。好，那这边加号是干嘛的啊？变身成祭司就对 ，OK， 让你变身。这边可以变身，变身，变身。啊，变身成法师，变身有没有？变身，你可以随意切换，看你要控制谁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，还不错啦，还不错啦，哈，还不错。三个职业任你切换。目前是三个，那这个位置这边看起来有五个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这边好还有好多好多位置哦。哦，现在我不知道，想玩的人就来试试看喽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